嗨，大家好，我是 Sam 老师。嗨，大家好，我是 Emily。今天呢，欢迎来到 Sam 的 Beauty 日记第四集。嗯，然后因为其实夏天呢，大家会想说，哇，天气热的要死，然后呢，皮肤要保养，然后又要防晒。那如果防晒没有再做好的话呢，就像我讲的一样，就是哇，你的皮肤很容易就老了。真的。对，那为什么我们要擦保养品？就是要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对对，维持在一个年轻的感觉。那如果说你没有好好的防晒的话，你的皮肤呢，第一个可能会晒红、晒伤、晒黑、晒白等等等等等等，你的皮肤就很容易老化。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哇，超级正妹的女神，就是我们的 Emily， 欢迎你。大家好。哇 ，Emily 真的是你的脸是红彤彤的，你有去晒吗？今天？没有，今天是因为化妆师把那个腮红打得比较红。不过你的皮肤好好哦，因为我这么近看她的皮肤是那个好像白里透红的那种红苹果的感觉哦。不过呢，因为其实如果说你皮肤如果经常晒的话呢，要像 Emily 这样子维持在一个很好的肌龄状态的话呢，防晒很重要。不过呢，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哦，就是你会不会觉得防晒你是什么时候会比较加强去擦防晒？我如果要出去的时候，然后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我一定会擦防晒，那我就会擦到最强的 SPF 50。50啊，我听到 keyword， 我如果要出去，那你如果不出去嘞，我就不擦。真的吗？真的。那我相信你现在的皮，我像你现在的年纪应该是很年轻。为什么？因为你年轻的肌肤不擦防晒才能这样子，懂吗？懂？没有没有，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会觉得啊，我现在就很年轻啊，我皮肤又没有掉下来，没有松弛，也没有垂，那我为什么我不出门我要擦防晒？对啊，为什么不出门要擦防晒？你只要在里面就不用擦防晒了。那你家有那个吗？有窗户吗？有啊。你家阳光会洒得进来你家里吗？会啊，只要把窗帘打开，太阳就进来了。那你在家里会开窗帘吗？会啊，所以还是有阳光会跑进来嘛，这样讲对不对？对，只是说因为很多人会想说啊，我又不出门要擦防晒，好像好麻烦哦，这样对不对？对。那因为其实阳光紫外线晒到皮肤是日积月累的，哇，我们现在已经有77个人了，哎，哇，哦，哎，大家好，月丽月你好，光线有点暗是不是？哎 ，Dora， 对 ，Dora 你好，哇，大家好，光线有点暗吗？这样还可以吗？还是我们要很近让你看比较不会那么暗，对，来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防晒重要性，所以我说就是说，因为在家里其实第一个现在可能在家里还是有灯光，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知识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可能在家里可能你会看手机嘛，因为现在大家可能手机都会放在身边，想到就动一下，想到动一下，手机上面的这个萤幕就是所谓的不良光源，不良光源也会让皮肤晒出问题的，真的哦，对，这些不良光源会造成皮肤老化的影响，也是一个。然后当然对眼睛视力那个也有影响，但是我们之后可以再跟大家聊。然后一点就是呢，在家里如果有做菜啊，或者是说你家可能又刚好在一楼，那灰尘飘到家里面来，所以防晒不只是在针对阳光紫外线，还有针对灯光，还有针对什么一些可能脏空气、灰尘、自由基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皮肤呢做到很好的抵挡。所以你有保护得好，你的皮肤才能维持在一个正常的年轻的肌龄的状态，哦，对，你才能 hold 得住嘛，才能像你现在这样子永远这么的紧实。其实每天擦防晒，有时候我觉得我用的防晒真的都会好油腻腻哦，对，然后毛细孔都堵塞住，这个怎么办呢？大家其实都会有这个问题。第一个，大家可能会对防晒的产品的观念就是，好像系数越高的就会好像很黏，对不对？或者是说呢，系数越高的好像就会很厚，对不对？那其实现在的防晒品都做得非常的好，而且我今天有带来，你看这满桌都是防晒，不知道拍不拍得到，拍不到，来。有，我刚刚一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全满桌都是。哎 ，Hello， 德意你好，超油腻的。我现在这满桌都是防晒，我起码带了有超过20个品牌的防晒品过来，你看有这么多，有看到吗？这都是现在市面上比较新的防晒产品。然后我今天会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这个防晒产品的怎么让你来挑选，然后还有一些质地跟大家看。哇，好多人哦，赶快分享。今天分享的话呢，赶快，我们这边有这个，要进到我们的哪个平台啊？ Awesome Studio。对，要到我们的平台按赞，然后到我直播影片这个影片里面按赞，然后加分享呢，
你就可以今天把很好的防晒喷雾还有这个防晒凝乳带回家，都是1028的品牌，而且都是很舒服的，解决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对于皮肤呢觉得擦防晒很油腻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最佳的一个防晒的能力，晒出你的美肌力吧。对，真的。对，那因为其实我们讲到这边呢，其实呢我们讲一下这个防晒产品好了，就像你刚刚讲，你会觉得第一个你不想出门的话，或没出门我就不会擦防晒，那我可以换一个角度问你哦，如果你晚上出门你会擦防晒吗？就不会啊，因为就没有太阳啦。那如果你要去逛夜市呢？也不会啊。也不会，因为我觉得说那些灯只是灯嘛。对，那碰到我也还好啊。那如果你要去吃烧烤呢？也不会啊，因为灯本来就很暗嘛，顶多只是一些烟啊，然后喷在身上的。对啊，那个烧烤有很多烟呢。对啊，只是烟没有关系啊。那个烟也是一个自由基，反正那个对，而且呢，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这些烟哦，烧烤这些烟，比如说可能大家有时候在家里，如果说好，比如说中秋节好了，中秋节大家是不是都在铁网？对。然后下面比如说放木炭，然后把肉放上去烤，对不对？对。这个食品，比如尤其是肉，它滴下来这个汁啊，滴到这个木炭啊，它会从里面会释放出一个对于皮肤是很不好的物质。对，那我们是不是戴面具会更好？对啊，所以我只是打个比方，你看无时无刻处处都有这种所谓的自由基。真的，我这些我真的不知道，我还以为只是太阳有那些 UV rays， 然后这样照到而已，对，就只有这样子，我不知道随时都要擦防晒的。所以你刚刚讲 UV 什么？ UV rays， 那是什么英文？跟大家分享一下。UV rays 就是 ultraviolet， 它就是防晒，就是紫外线的意思。因为他讲得很快，我有点听不太懂。我知道好吗？对，我只是他讲得很快，又有这个正统的外国的英文腔调。对哦，所以就是要这个防晒紫外线。对，那因为讲得很对啊，因为紫外线本来就是对皮肤老化产生是80%以上的原因。那隔离霜英文要怎么讲？还是防晒霜都是一样？隔离霜，你们有在？有啊，就是擦化妆品擦的之前的 primer， 然后防晒霜呢？防晒是 sunscreen，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东西啊。那大家会觉得防晒跟隔离到底是不是两个都要同时擦？大家觉得呢？这个我知道，要。为什么？因为隔离你只是把皮肤隔离掉，可是你却没有挡到紫外线。对，这个说法是对的，对不对？那隔离会隔离什么？只是隔离脏空气，脏空气、彩妆、灰尘，对，那防晒呢？防晒就是紫外线。对，那防晒其实它也有隔离的功能的。现在真的吗？对，所以现在基本上隔离霜跟防晒霜基本上是一起的，比较不会说那么麻烦。哦，我这不知道。那你出门好，那因为你有，比如说你今天有化一点淡妆，你有先擦隔离再擦防晒吗？有，我今天有。你擦那么多？我今天有，可是普通我没有，可是我只有今天有，因为今天我比较早出门，然后呢，我看到太阳很大，我想说我最近有一点晒黑了，所以一定要擦防晒，所以我现在觉得有点油腻。那你有擦隔离吗？有。为什么要擦那么多？因为我想说要化妆，那不要让化妆品直接吃到皮肤里面去，这个就先这讲法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哇，琼芬你好，已经分享了，还有这个哇 ，Kenji Wei 有分享，对 ，Kenji Wei，Kenji Wei 就是呢那个平常不擦防晒的，没有啦，因为他是我们的朋友，刚好看到他上线，嗨，哦，所以他本人看起来还是很年轻，不过呢，有擦防晒没擦防晒差很多，真的。那我们来今天讲到防晒，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我觉得大家要好好看这一集，为什么？今天这一集我真的是带着很多教学的这个意义来跟大家讲，大家不要觉得防晒好像没什么，防晒的产品你擦不上去，你擦不住，基本上你连擦都不想去擦它。对，所以呢，防晒品我们来分析一下防晒品的功效与什么效值。对，什么叫做它的功效跟效值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跟大家讲到这边这么多的，我今天带这么多防晒的产品，对不 对？第一个，大家可能在市面上常常会看到的是这个。你咬一咬，就是里面会有一个珠珠的。哦、oh, ，对。对，对不对？有这个。就是你要用之前要咬一咬，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还有的就是，哎，你不用咬，它里面挤出来就像这样子，不像乳液一样，有没有？对。非常非常浓的，然后像这一个，挤出来给大家看，这个出来就是水水的，
哎，有没有发现？基本上这两个是大家市面上比较常看到的，嗯，一个会留下来，一个是比较浓润的，对，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介在这两个中间的质地，是这个，这个是夏天大家可能会更比较喜欢的。你有发现它比较，就像这两个中间一样，有没有？它没有那么的水，嗯，不过它也没有这么的浓，对，它就是刚刚好，刚刚好在中间。所以你看，有不同防晒的质地，那我要怎么选？嗯，那你看哦。它上面每一瓶，我刚刚用的这三瓶，它一样上面都打什么 ？SPF 五十，嗯，上面都是五十，对。哎，那上面都是 SPF 五十，那我要怎么选啊？对不对？大家应该会有这种疑问吧？对啊，我就是这样子、啊。哪个比较适合我，还是哪一个防晒力比较好？不过呢，它都是 SPF 五十，你也不能说哪个防晒力不好啊。嗯，对，是不是就很奇怪？那应该要来讲，要讲说哈、哦，你看哦。像所有的防晒的产品里面，嗯，它的主要的成分叫做二氧化钛，嗯，跟氧化锌，嗯，这两个主要的成分呢，都是一种粉末，嗯，那你想哦，今天我们就好像把粉末擦在脸上一样，对，那这个粉末叫做物理性的粉末，物理性的粉末，等于说我现在有阳光直接照到你脸上，嗯，这个粉末就帮你挡住了，哦，这样懂这个意思吗？对，那你想哦，如果我今天的粉末调得越浓稠、嗯，就像这个一样，对，所以你看，感觉好像在我的皮肤抵挡的功能就比较多，对不对？对，那这个就比较水，好像我推开就没有了，对，对不对？那这介在中间就是比较保湿，对，有没有发现？有，那三个都是要用抵挡的功能，因为现在都是物理性防晒嘛，马上擦马上能出门，对，那我要怎么来选呢？要是你会选哪一个？我应该是会选中间的，因为它不会太湿，然后就不会流太多，然后又可以固定住，所以我就不会在我脸上一直流，然后也不会推不开。对，那问题是你看了，我好像大力把它推开，好像就快没有了。哦，对耶。那我这个比较浓的，我把它大力推开，好像还有一层。嗯。那是不是感觉这个比较好，防晒力又比较好？对，你这样说，这个好像比较好。对啊，问题是这个又比较保湿啊。你有没有觉得好难？有，真的就全部擦吧。对，然后也不用也可以，你要全部擦也可以。没有啦，我刚刚稍微来讲一下，就是呢，你看到、哦、像大家在选这个防晒品，第一个他一定会注意到什么？就是所谓的 SPF 多少，对不对？嗯。然后还有它的整个 PA 是几个加？对。就是防 UVA 跟防 UVB 嘛，对不对、嗯？那我们来讲它的功效，基本上如果它上面标示是 SPF 多少，嗯、基本上80%就是它的功效，就是你有擦足够的话。哦。比如说它是 SPF 50，我们打个八折，还有多少？还有40。嗯。因为你不可能100%达到SPF 50的防晒，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每个人的量都擦得很足。对，你的量差不足，它的防晒功效是不是就打折了？对，第一个，对，所以我们不要给它100%的防晒，所以我们大概以你的防晒系数打个八折来讲，是你现在可以做到的防晒的指数。嗯，这个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如何选质地呢？如果你的皮肤真的觉得比较油，嗯，比较容易热，你会发现有些人在夏天出门前哇一直流汗，对，那我根本保养品都不能擦了，一擦就整个脱，就一直流下去。对，我怎么擦保养品呢？这时候呢，你可以擦比较水感的，或者是说呢，刚刚讲的这一个，就是它的保湿力比较好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感觉比较粘稠一点点的，比较润泽的。嗯。那如果你的皮肤真的比较如呈现比较可能干燥一点点，对，或者是我今天的防晒力要达到比较100%完全的，嗯，你尽量还是要选择比较浓润一点点的。哦。对，应该是这么样子来选择就可以了。对，这样子，那水感的英文要怎么讲？watery 就只是一个形容词、哦、也水水的水水的、watery、那水美眉呢就像你是水水的女人水 水的女生啊只是我们没有英文没有这个字可是真的吗硬方就是 watery girl 可是这个有一点脏脏、哦、就是有点脏掉就是会有一点青青色的感觉、哦、没有 我跟大家讲这个水美眉是制作人叫我问的对，我刚刚听到，我根本就不知道要问这个。嗯，不知道。原来是情色的。情色的，我就开玩笑，开玩笑。没有，我觉得你今天来我很开心，就是第一个，我觉得你自己皮肤也保养得很好，然后呢，我们还可以中间听到一些比较日常的保养品的英文。嗯。好、哦，我们不时的可以来问一下，然后如果有人想要问的话，也可以问一下。现在很流行素颜霜，要先擦防晒再擦素颜霜吗？哦，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现在的素颜霜基本上的质地都是像这一个一样，就是浓润型的。
都是像这样浓润型的。现在的素人霜不太可能是水水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把防晒的成分加进去了。只是有一些素颜霜它上面没有标示 SPF 多少，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 SPF 所有的认证跟所有的 SPF 数值都要经过台湾的化妆品的那个卫福部核可，它的标签认证下来我才能标 SPF 多少，所以有一些它可能来不及标示，或者它没有去申请这个 SPF 的标示，它就没有办法把这些 SPF 或 PA 几个加或 SR 几颗星星放上去，不过他却跟你讲说他有防晒的功能，这样了解意思吗？懂。好，所以其实你们可以自己问一下，如果说你们买那个品牌的素颜霜，他有客服可以问，或有一些美容师可以问，你可以问清楚。嗯。那如果素颜霜本身就有防晒的功能，就不用再擦防晒，再擦素颜霜了，这样了解吗？不用擦那么多、这样子好合理哦。对，你擦很多，其实对皮肤有时候是不舒服的。对，真的会不舒服。对，那我们讲到功效之外啊，我们稍微来讲一下这个它的效能哦。那我们刚刚讲到效能，就是呢，系数越高，好怕越油哦。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先跟大家讲，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到，现在所有的防晒品，包括保养品，都是日新月异，它的研发的里面的成分。即使到 SPF 50到完全不油的也非常非常的多，对，比如说像刚刚这个 Emily， 你猜猜看，好，它是不是50？对 ，SPF 50加 PA 几个？加，就是台湾最高的。对，你去擦它会不会油？完全你可以擦手，擦多一点都没关系，它就比你擦乳液还不油啊。哦，很舒服哎、欸，对不对？完全没有油的感觉，对，不油，很像擦一般的乳液，对不对？对。不过它却有 SPF 50，所以呢，那个，刚刚那个是谁？我刚刚有问这个问题的，就是呢，这个喵喵喵喵，对，你就不用担心哦，因为现在防晒品有很多可以试。然后我来讲一下我个人喜欢擦这种比较浓润型的，因为我想要让它的防晒功能更好。对，你看，就是它擦起来就有像素颜霜的感觉。有这个好亮哦，就是、好美哦。就是浓润型的，就是你可能擦一层就可以直接出门了。对。然后 Emily 现在 Emily 手上擦的这个呢，是属于比较水感的。那水感的有一个小的缺点，就是很怕你的防晒中间会有漏洞。哦，因为没有擦均匀。因为它没有这么润，讲简单一点。哦。所以你看，我可以遮盖我皮肤的。我让我皮肤变得比较白的感觉，就是它全部都盖好了，对，懂这个意思吗？我懂。那这个就比较没有感觉润色润那么多，对不对？就是它本身就很怕你可能擦的量不够多，你的防晒功效就没有那么完整。哦，这样大家有没有了解？有没有觉得好讲的好像今天这个很清楚、哦、这一课好像有点太这一集有点讲的太仔细了，不过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个防晒的用意。所以今天呢，快来 Awesome Studio， 赶快在这个直播分享影片，分享，拿出你的手机，然后在这个影片按赞，然后呢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你就可以抽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水感提亮防晒乳1028的，还有这个很厉害 SPF 50的、哦，防晒喷雾、这个很棒哦、全身都可以喷，而且不会白白的。这两个会抽给大家，会送给大家很厉害的防晒产品。然后当然也可以到 Emily 的这个粉丝专页，它上面也有很多很多他自己的一些事情会分享给大家。也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你的粉丝专页叫什么名字？我叫 Emily 聂凡格。Emily 聂凡格，上去分找一下就好了。不过我们的这个影片上面有。对对，有这一个，他有这个 dash 他好，然后还有我的 Sam 老师的粉丝专页都有，制作人很喜欢在那边闹人家，在这里嘻嘻哈哈的什么东西，开玩笑了啊，来，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就是这个防晒产品，这个分析它的功效跟数值，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另外呢要来分析的就是呢 SPF 呢之外呢，大家应该有听过防晒品，有听过什么化学性防晒，对不对？对，还有听过物理性防晒，对不对？对。那化学性防晒跟物理性防晒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大家很想说，老师，什么叫化学？什么叫物理？对呀、我听都有点听不懂了。对，因为希望送给大家好东西呀、对不对？那我现在讲简单一点，化学性防晒就是呢，你擦上去之后，
它被你的皮肤吸收，吸收之后呢，阳光紫外线照到你的皮肤的时候呢，它会把这些UV 的光线在你擦上去这些化学性防晒的成分呢，经由皮肤吸收这个成分分解掉。这是所谓的化学性防晒，然后就比较麻烦，因为化学性你可能擦上去之后，你可能要擦个两层到三层，而且不能马上擦，马上去晒太阳，要等十五分钟，对不对？十五到三十分钟，对，因为你要让它成分吸收，对，十五分钟，你看每人家的成分，吸收之后我才能出去晒太阳，不然你马上擦，马上出门，化学性防晒基本上没什么效用的，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物理性防晒，物理性防晒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我马上擦。马上就可以出去吗？就可以马上出门了。就好像我的皮肤插满了小镜子。对。所以我马上擦完之后，阳光紫外线一射，就会直接折射掉了。它就不会晒到你的皮肤来。了解。那我们现在谈一下这个化学性防晒。其实化学性防晒，大家哈会想说，哎，老师，现在不是市面上都标榜的纯物理性防晒吗？是不是几乎每一家都是标物理性防晒？那怎么还会有化学性防晒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防晒产品，多多少少都一定会加一点点化学性防晒，因为它才能做你的整个成分的调和。那当然，如果说你的占比是物理性防晒比较多的话，它可以有一个数值以下的话，你就可以标这个是所谓的化学纯物理性防晒。那通常化学性防晒呢，都是去海边用比较多。对，海边几乎现在还是以化学性防晒比较多。为什么？因为它被皮肤吸收嘛，所以它直接吸收在皮肤里面，等于说我海水一冲啊等等的，就比较不容易因为这个海水把这些防晒产品把它冲掉。对，因为你不可能在海边五分钟就上来补一次嘛， 不太可能的。难怪每一次我要去海边的时候，我买的那些那个防晒的，它都会写说十五到三十分钟才可以出去。对。原来是这个道理。像如果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海边用的防晒好了，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吧？你应该有看过。有 ，Anissa。对，这个是它的金钻。大家应该这一支，这支其实我个人去游泳的时候我自己很喜欢用。然后这个是它的喷的，这是它的喷的。然后这就是它的金，这个安耐晒金钻的这个高效防晒露。那这个就是呢，它可以直接的让你的皮肤吸收，那它也有让你皮肤呢达到 SPF 50加跟 PA 四个加的功能。然后它 Anissa 现在又出了这一个，这个是本来就有，这个是银钻。大家会想说银钻跟金钻有什么不一样？对啊，金钻就是呢，它的防水性会比较好。那银钻就是可能一般你可能去爬山，或者是说你容易流汗也 OK，或者是办公室就可以用到银钻。我今天也会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市面上的防晒产品，然后还有一个更新的是我手上这一支，这支大家应该比较少看到，因为它最近才出来的，很可爱，对不对？这超可爱的 BB 霜，对，它是安耐晒的运动型 BB 防晒霜，给运动的时候用。为什么要出运动啊？因为你会觉得现在的人就是都有养成很好的运动习惯，对，所以这就是可以让你运动，可以一边防晒一边让你的皮肤有润色的功能。你可以用一点看看，它的颜色就不会说很，你看一点点，你看就一点颜色了。对，不过呢，它这个也有很高的系数，它也是最高 SPF 50 PA 加加加。哇，擦上去好美哦！你会发现它有一点带粉嫩的感觉，对，因为它让你运动时也有好气色。就是运动的时候也是美美的出去运动，你看，对，就像你去爬山啊，骑脚踏车也可以擦这一片。所以它这个安耐晒的系列就分非常非常多种，非常多种。然后呢，这个我们分享完之后呢，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所以化学性防晒就是你要怎么样，就是马上擦，擦完之后，我会建议化学性要擦两到三层，因为它的密合度才会够。然后通常海边可能化学性防晒会更适合。然后接下来就是讲的物理性防晒。物理性防晒就是你马上擦，马上出门啦，就无所谓啦，对不对？那我个人有很喜欢用的。可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像我去海边的时候，我每次擦防晒的时候，我也很怕就是会晒太黑，是，所以我每次擦的时候把我自己擦得很白很白，就是把它这样倒上去这样擦。那这样子有没有做到防晒的效果？有，还是这样太多了？也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哈。不过防晒产品就是你适量就好。因为有时候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海边，那个防晒品也不要擦过多，因为擦过多其实它没办法完全作用到的。
你反而再怎么擦，我觉得 Emma 你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嗯，你如果在海边，然后像女生也很喜欢展现自己的身材，或想要晒身体的皮肤，所以你可能穿个比基尼等等。对，你那些露出来的皮肤，如果说是海边专用的防晒粉，你可以先用第一层把它拍上去，完之后让它稍微吸收，我再擦第二层。对，你不用一次一次的量全部擦上。对，我每次把它擦好厚一层哦，然后朋友看到我的时候都觉得说我像木乃伊。这样你会完全没有办法吸收上去，你反而一层一层擦，擦个二到三层，功效是最好的。所以刚刚有人说什么？适量的。哎，刚有一个问题，帮我倒回去。虽然是防水，但一般的清洁产品就可以清洗。对，没有错，因为现在 Anessa 它的这个。系列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话就是它有专门的清洁产品，现在不用，就是一般的洗澡的沐浴巾就可以洗掉了。这么厉害？对，它就已经因为我讲日新月异嘛，研发的越好。嘉靖有说脸上也可以擦膏，系数高的吗？有啊，我们刚刚其实我们刚刚介绍这些都是脸上专用的。对对，就是说脸上都到 SPF 50了。哎，对，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之前最早以前在美国住过吗？嗯，那美国人他们都擦多少系数的？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美国人，所以我从小的观念对于防晒不是说非常好，是后来大一点的时候才知道说，来到台湾我才知道说，哦，大家要白，然后防晒，所以以前人家都跟我讲说擦30就好了，擦30，因为美国人喜欢有点健康肤色这样子，所以擦30，甚至他们还喜欢故意晒黑，要擦那个防晒是可以晒黑的。对，所以在美国买得到 SPF 50的吗？现在比较可以了，因为现在大家的观念有知道说，哎呀，防晒啊，干嘛才会让皮肤比较年轻啊，什么东西的。可是以前真的要买到50会比较难，顶多买到35就已经蛮厉害的了。对，那我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观念，因为像美国人跟台湾人，我们以这两个国家来比就好了，就是美国人的肤色偏白嘛，对不对？对，那亚洲人就是偏黄种人的皮肤，那皮肤里面的黑色素就美国人的黑色素就比黄种人还来的少。对，所以你会发现美国人他虽然晒太阳，不过他的25岁有可能就像台湾人的35岁或40岁。我很多高中同学现在我都觉得好像说是我爸爸的年纪了。对，因为什么？因为他黑色素比较少，所以他抵挡阳光能力就比较弱，所以他就比较容易老化。对，因为老化很快。对，那你想每个人为什么要保养皮肤，就是比较老化。所以呢，那是他们的国情，可能就觉得说啊，我可能擦个30或50，或者是想要晒黑这样就好。对。那亚洲人不喜欢黑啊，因为亚洲人的肤色是处在黄种人的肌肤嘛。所以如果说你脸上斑点一旦明显，整个要加上黄色的皮肤，脸看起来就灰灰脏脏的。所以呢，那我可以再问另外一个嘛，就是这是我们制作人要问的。他说啊，那在美国的人是不是很喜欢常常裸晒？因为海边很多嘛，对不对？对。那 Emily 会裸晒吗？裸晒这部分我很少，我基本上没有做过。可是美国的区有几个地点是可以裸晒的。对。可是这个习俗是欧洲人比较喜欢做这件事情的。哦、因为像我们制作人啊，我们制作人他很喜欢、他比较喜欢裸晒，他喜欢在我们这个对，有时候在我们这个工作地方的屋顶就裸晒。对，因为他觉得他可以晒得很均匀。不过我跟大家讲一下哦，裸晒是可以的。不过呢，如果你裸晒的话，你还是要擦防晒产品。对。不过这个产品在可能东南亚比较买得到。嗯。就是它，我上次我应该忘记我忘记带了，因为我家里有。就是你晒归晒，你还是要有擦一点防晒的产品，不然你的皮肤是容易晒黑、晒伤的。为什么你知道吗？裸晒的系数有 SPF 3都是 SPF 5。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毛没有刮干净，然后去晒会不会白？那我觉得，因为比基尼线旁边的那些可能擦出来的，对，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把它刮干净。为什么？因为你那边可能阳光紫外线你晒久了，可能对你比基尼线旁边那边的地方。还是会有一条痕迹，就不漂亮。嗯，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修整一下这个自己的那些状况。对，那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制作人他说他都不喜欢修，所以我在帮他问。不过他是男生，他还好啦。不过我就可以跟大家提供，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晒太阳的这个小麦色也蛮喜欢的，对不对？那我们刚刚忘记问你，那裸晒的英文要怎么说？裸晒还好吧？裸晒的英文是叫做 nude tanning。
就是 nude 就是裸嘛，裸嘛，对。嗯、然后 tanning 就是晒啊。哦，大家有学起来了吗？裸晒，不过大家可能比较少用到这个裸晒，比较少用到。对，台湾。好了，我们不要再讲裸晒的议题了。对，我们来回到防晒的议题。所以呢，我刚刚讲到物理性的防晒，就是你马上擦就马上可以出门。那因为我个人，因为我的皮肤是属于比较偏干性的。哎、嗯，问你是属于什么肤质？我比较属于中间，就像我这边比较会有容易油脂，旁边会干一点。混合性的，对、嗯。我个人就会比较喜欢用这一种，这个就是比较润泽型的防晒。哦、这两个。对，这个就是比较滋润的感觉的、嗯，还有这一个也是比较滋润的。我今天带好多防晒品来。哦、这个哦。对，然后还有这两支也是滋润的，这个就是你，这是 Dafang 的，这个有加精油的，对。然后这中间这支是 SK2 的，这是清透防晒，不过它的润泽度是够的。嗯。然后这个就是 Lancome， 它是个比较顶级一点的防晒产品。对。然后这个是厚的，厚的它里面的这个防晒产品也是比较润泽的。嗯。这个是我个人对于可能天气比较干的时候呢，因为我自己是干性肌肤，我就会用这个系列。不过呢，还是要看皮肤跟天气的状况。如果说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天气很热，这个我可能就会比较摒除，我可能就只会用这一个，哦、因为它这个是比较清爽的。嗯，像达芳，你知道这个品牌吗？对不对？它的精油很有名。嗯，你看、啊、它有分 SPF 五十，它还有 UVA 跟 UVB， 还有 SPF 三十，有看到吗？你看哦，因为它这个品牌里面有强调这个精油，所以你自己擦擦看，它就很润，你自己擦一点点，而且它味道也很好闻呢。我就发现它就很润泽，对，有没有？很润的，对不对？很滋润的、哦、所以大家对这种可能防晒产品的质地在挑选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己试擦过，因为我说这个东西对我这个产品的质地对我的皮肤是舒服，不见得对你是舒服的啊，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还是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买防晒产品的话，先以清爽为主，因为起码你擦得住，这样了解吗？对，你不用一次选择太润泽的。这个好好、哦。对，不过这个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那你可以擦擦看这一支 Lancome， Lancome 这支呢，它其实润泽度也很好，不过它又更透了。哦，这个很透。对，有没有就很透？不过它是属于比较润泽一点点的。对，它很 moisturizing。对，它这个都有到 SPF 50 PA 四个加，而且它这个有到12个小时。哦，十二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对啊，这边有写那嘛，哦有哎，十二个小时防晒，所以防晒产品真的太多了啦。你说叫我一支一支介绍帮你们分享的话，可能没有办法。不过呢，我今天还是会稍微拿出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另外这个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清透感一点点的这一支，然后呢还有这一支，哎，这支可能大家会比较少介绍它，你知道这个品牌吗？哦、Jill Stewart， 对，这个品牌就是 Jill Stewart， 好像只有在亚洲买得到。对，它是日系的品牌、嗯，它是一个彩妆很有名的牌子。然后其实它的防晒品很好用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你看到它的包装都好漂亮，超可爱的。而且你看它的盒子也好可爱，哦，好可爱哦！你看它 pink 的，它上面就有一个像钻石的盖子。对，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质地，它就这个就很适合不喜欢那么黏的。不过它的防晒也是 SPF 五十。你会发现它就很水，有没有？有超水的，是不是不一样？对对，所以防晒产品真的太多。这个如果说你是可能皮肤现在夏天比较热，你想要清爽一点，你也可以来考虑这个品牌。好、哦，这个就是比较清透的。然后呢，接下来还有这一个呢，最主要是它是抗空污的，这个是可以抗空污的。嗯，这一支哦有 pollution， 对，还有这一支也是抗空污的。对，有没有发现？这都是抗空污的。嗯。这支是达芳抗空污的这个新的这个系列的，它叫做舒缓清透防护隔离霜，嗯，哦，达芳的全效舒缓清透防护隔离霜，这个很特别哦，它里面有粉红色的因子，它是粉红色的，这个不是粉底哦，嗯，很奇怪，它不是粉底，它叫做粉红色因子，你把它推开来。他说他不是标榜不是粉底，不过你会发现他推开来就不是粉底的感觉，对耶，它有点像玫瑰花瓣那种粉粉的，有哎，然后你的手就会变得比较透，好特别哦。对，然后就是抗空污的，它跟它是同样的牌子的，啊、不过它就会比较清爽，嗯，然后它虽然要摇一摇，不过它出来的是有润泽一点点润泽度的，这个，对，你看，然后这个也是抗空污，这就是兰蔻那个无油的，对。有很多人想说啊，我不喜欢有油油的感觉，你可以选择这一款兰蔻的，就叫的嘛，对不 对, 对？
你看呢，它就是这样子，它就是很保湿感的。哎，我们讲这么多，大家有记住吗？如果没有记住，你可以往回看，往回看，因为我今天把很多的防晒产品一一跟大家来分享。哇，怡里已经进来了 ，Hello， 怡里老师，有没有发现这么多？然后呢，我要介绍一个我个人很爱的，这个你可能会比较少看到，这个就是屏幕宣言 Orange， 对 ，Orange， 对，对不对？对 ，Dove 这个系列，这是它的防晒的隔离霜 ，SPF 45 PA 加加加。不过这一支比较特别，这一支是它的什么？这一支叫做全能防御眼霜。那大家一定会想说，哎，老师，那隔离霜可以擦到眼睛吗？因为有些人会这样想，对啊，其实你稍微带到是没关系的。如果说你很担心的话，你就可以来选择连眼睛周围都有防晒的，真的哦。对，它的眼睛周围的防晒是 SPF 20， 对 ，PA 加加，然后你就可以点在你的眼睛周围，哇，它有保养跟眼周防护的功能。好，这个系列就是专门连眼周都可以擦。这个真的很好哎，很好，对不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物理性防晒跟化学性防晒的基本的区别。而且因为它是眼睛旁边用的，所以它擦起来很细。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要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一瓶，这一瓶呢就是叫做1028的水感提亮抗晒乳 ，SPF 50加，然后有。PA 三颗星，就是 SR 三颗星。这一支就是它很清透，然后它的防护功能也到SPF 50。用之前摇一摇。这支我个人就是觉得你去海边也可以，然后去晒太阳出门也可以，然后平常也可以。这个，然后你看哦，我擦上来，它是水水的，对不对？对。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是像这样子，你就轻轻拍就好了。你看，你轻轻拍一拍，它就吸收进去了，它就吸收了，你就不要去推它。你看它这一块就擦上来了，对，然后完全不会黏。好，那在脸部你也是用起来，然后轻轻拍拍完，这样就好了。好，这个是今天会送给大家的。除了这一瓶会送给大家之外呢，还有这一瓶，就是有些人会想说，身体的防晒是不是比较用擦的比较麻烦？就有这一瓶，这一瓶叫做1028的轻一下防晒喷雾。喷的真的很棒，那这个喷的很方便哦，它这个喷头是很细的，然后像这样子，你看哦，这样子对，因为跟外面的防晒喷雾比较不一样，有些防晒喷雾你喷就是很多水珠，对，你摸它几乎快没有，是干的耶，对，它是超级无敌轻的防晒喷雾，真的，很轻很轻很轻的防晒喷雾，哇，好棒。对，今天我会把这两个、抽给现场今天看直播的朋友，所以赶快来到我们的 Awesome Studio 按赞，然后分享此直播影片，然后呢可以点个赞，然后就会抽出这两瓶给大家哦。对，你有喜欢吗？这两瓶有，超喜欢的。那这两瓶可以送给你，这是有新开的啦。哦，谢谢你。那绝对这个可以送给你。很舒服的，对，有，我很喜欢这个。喷起来，对，就是大家可以在夏天选择一些可能比较清透、清爽一点点。对，而且就是你这样子一喷，你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那里擦了。他说可以倒着喷吗？倒着喷。可以啊，这样子，你看了、啊，我现在就再借喷一下啊，这样子，看到吗？我倒着喷了，有看到吗？有吗？不要浪费，喷出来了。它很好喷，因为它里面是气压喷瓶，这样子现在是倒着，对不对？来。有看到吗？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倒着喷？好了，不要再喷了，因为快喷完了，没有了，这新的啦，没有了，这新的啦，不要浪费。但是因为1028这个轻一下防晒喷雾，它 SPF 50，它是很轻的，所以你可以这样倒着背部这样喷都可以，这个很方便，这个很需要。对，而且你会发现它完全一点黏都没有，对，它完全是真的都没有黏的。对，它这个它这一瓶的这个研发的非常的好，而且它到PA 三个加，然后 SPF 50加，非常非常的。那夏天流汗，流汗要怎么讲啊 ？Sweat。然后黏呢 ？Sticky。会讲很黏吗？你们如果说夏天流汗好黏，好不舒服、欸。会，我们会说 I feel so sticky。要不要慢一点？因为他们会听不懂。就是 I feel 我感觉。I feel 对我感觉对。So so sticky sticky。
然后就是会黏哦。I feel so sticky。那如果那如果说假装你现在是有男朋友，我说假装，对，你男朋友很黏你，那要怎么讲？就说 he's so sticky， 我们还是也会这样说。哦，也是这样讲，也是这样讲。不过那应该是很恩爱的黏吧？对啊。不会啊，其实这是。要这样子说的时候是有一个反效果，就会说他太黏，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不好，假如你用这样子的，所以你不喜欢你的另一半黏你，太黏不喜欢，只是要刚刚好的黏就好，适当的关系是很好的。嗯，因为太黏你就会觉得说那他没有自己的生活吗？他每天都只在黏你，因为他很爱你啊。可是太黏了，那他都不用去工作，不用去自己的兴趣打球，还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吗？就是还是要过自己的日子啊。对，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不过我觉得还是个性相投啦，然后两个人适合最重要。怎么会讲到这个？就是防晒变成男女朋友，没有的，有人打问号，没有啦，聊天嘛，对不对？对对 ，Emily 这种美女来，当然要稍微问一下，对不对？聊一下。对对啊、哦，对，因为我们并不是每一集来，我们每一集来都是美女，对，对，每一集都是美女，对，都是美女，都很漂亮，对，好，那我们刚刚讲完这个物理性跟化学性的防晒之外，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下 SPF 跟 PA 跟 SR 要怎么分。那大家第一个常听到就是 SPF， 对不对？对 ，SPF 就是上面都会标示嘛，你看上面就会标，就会反光，对。它上面有标 SPF， 对不对？对。SPF 多少呢？基本上 SPF 就是呢，我们阳光紫外线的 UVB。哦。UVB 呢，它会照到皮肤的所谓的表皮层，它不会穿到真皮层里面。对。所以呢，当你的 SPF 的防晒系数不够的话呢，它会让你的皮肤呢，就是达到什么？你的皮肤可能会容易晒红。就会红红的，对，或者是晒伤，就是可能整个皮肤是有点灼伤的感觉。对，然后 PA 呢 ，PA 就是呢 UVA，、UVA 就会晒到我们皮肤的哪里？真皮层。哦，在下面一点。对，对，那真皮层里面就有什么？胶原蛋白、弹性纤维，这、就是老化的一些状况。很快，就是只要你没有这些东西，就会老化。对，就会皮肤就会流失胶原蛋白，就会松垮。嗯，那大家一定会想说，哎，老师，那上面有写 PA。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那到四个加有什么功能？对，比如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皮肤状况不一样，有可能我在阳光下面晒太阳，我十五分钟我皮肤才会红。对，那你女生你可能皮肤比较娇嫩一点点，你可能晒十分钟就红了。所以呢，一个加就表示你在阳光，比如说你是晒十分钟就会红的，才会红。那一个加就表示你可以延缓你皮肤变红两倍的时间。哦，真的哦，所以十分钟如果一个加就是二十分钟咯。对，不过这个十分钟是对你自己，对，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所以有可能是十分，有可能你是十分钟，我是十五分钟，有可能他是十八分钟，对，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嘛？然后这是每个人的状况，那一个加就是两倍，那两个加就是四倍，对，然后三个加就是八倍，对，然后再往上延伸，对，对，就是可以预防你皮肤真皮层胶原蛋白流失掉的时间。然后呢 ，SPF 呢，就是呢，基本上就是 SPF 五十，对，你就可以去乘以十五，就是你可以在阳光底下大概晒的时间有多少？哦，所以五十再乘以十五就是七百五十分钟，对，七百五十分钟再除以一小时六十分钟嘛，大概就是。我们毕竟美国人，我们算数都好差，你自己去算。就是750，然后。不过呢。不过这个是我们的，这是我们在算的这个程式，对不对？就是每天十个小时以上吧。对，对。不过我跟大家讲，你不要把这个五十乘以十五，像我通常都不乘以十五，对，我都乘以十。哦，你就是把它减少一点。减少，为什么？因为你会流汗啊，你有可能今天擦的不够多啊，你没有擦足够的量，你的防晒功效就没有那么完整了。对。所以我们直接乘以十，就变成是五百分钟。五百分钟除以六十六、七十、六八，大概八个多小时。那八个多小时，你要再折掉，大概打八折。我很喜欢打八折。打八折是什么？就八个多小时再打八折，就是大概六个多小时。六小时。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是。这样你的防晒系数就会比较完整，因为你不要寄托太多，就是他写多少，就是啊，我要晒到这个时间。不可能的。不可能啊，因为你会流汗，你会擦的量不够等等等。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PA 是针对 UVA， SPF 是针对什么？针对 UVB， 对不对？对。那大家一定会想说，像这一瓶上面就有写，这边有标示，这个你看，
这边上面就有，你有发现它这边有星星星？对。为什么不是加加加？为什么？为什么是星星星？哦，我知道，因为他想要假装星星星是加加加。不是假装，是他本来就是。他就是代替。我刚才没有你这样问，这样没错。为什么就是P A 几个加跟几颗星星通常是一样的意思？嗯。那因为这个星星呢是。比较可爱，不是日本那边的另外一个认证叫 S R 哦，对，我们通常是讲 P A 几个加嘛，嗯，然后星星我们称 S R， S 超的那个 S R 哦，对， S R 就是星星星的认证，对，以后有可能全部都会改成星星 星，就全世界会改成星星星，哦，所以一颗星也是两倍，两颗星也是四倍，一样的道理。嗯哦，所以星星星跟 P A 几个加是一样的意思，嗯，大家不用说，哎，这什么它有星，为什么它有加？对，好，哦，这两个都是同样针对什么 UVA 的，好，哦，针对 UVA 的，这样了解吗 ？UVA 跟 UVB， 越多加越好吗？哦，越多加它的功效越持久，对，越多加是越好的。不过它不可能到一百个加，就最多四个，最多到四个加，对，或者是四加 Plus 这样子，嗯，哦，就是上去再上去一点点，就像五 SPF 五十加一样。对对，因为在亚洲区它的认证大概是这样子。对，那我知道在国外有一百的 SPF 一百的嘛等等。哦，我不知道，欸，有出到一百或一百二的，哦，那个就是亚洲没有在卖的哦，所以大家以亚洲区为主就可以。哦，对，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我觉得问你 SPF 这些好像不太适合，因为哎 SPF 英文也就是 SPF 嘛。SPF 它其实是简写，然后呢 SPF 有意思，可是我忘记了。我也知道，因为是呢，它要念很长。对，它是一个对，大家可以上，可以去找那个，可以去找一下，找 Google 先生就有了。嗯，哦，Google 先生，不过大家也不会想要听这个，就是就大家知道 SPF 就好了啦。对，那我们再回归刚刚讲的那个好了。那如果流汗又很黏，然后通常就是晒太阳会流汗嘛，对不对？对，那你去海边，你会常去海边吗？在 LA 的时候我会比较常去。那台湾呢？台湾我还没有去过海边。为什么？因为你们如果说你长期是从美国住的话，因为 我发现像欧美人士他们都很喜欢晒太阳，很喜欢去海边玩，你应该也很喜欢吧？对，可是后来来台湾工作的话我就比较少晒太阳，我就不会晒，因为我就会比较想要白，可是像我妹妹她就是还是喜欢小麦色的。哦，对啊。那你会穿比基尼吗？不会啊。会哈，嗯，因为我觉得比基尼又可以，制作人真的很没有，制作人说他想要，就是看大家怎么擦防晒才对，他不想理我，开玩笑的，来，就是那比基尼英文要怎么讲？就是比基尼这样子哦。那比基尼有分很多，你知道比基尼现在有分很多款式，欸，有啊，有分单带的啊，对，或者是说那你通常穿比基尼你会做什么样的安全措施，可以教大家一下。就是我一定会擦防晒油嘛，就是我还没有穿衣服的时候我一定会穿防晒油。哦，你都是先擦然后再穿比基尼？对对对，因为我怕假如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擦上去的时候，然后有可能我擦到这边，可是假如衣服假如掉下来一点点的时候，然后这边就没有擦到了怎么办呢？就是你知道就没有，所以我觉得说全部擦会比较安全。对对对，不过因为有一些海边专用的防晒油会比较油。对，那你都不怕给你如果说你袋子没有绑好，嗯，掉下来走光怎么办？你都不会有这种担心吗？我没有这个担心，因为我通常假如是穿这样子的衣服，我会绑的绑死结。啊，有些如果没有这个袋子怎么办？没有，我只是好奇。就是这个后面我就会绑，就是比较多层，我一定都会绑。对，我就拉得很紧，然后呢把这样三次。那不就只能穿一次？然后因为你要脱掉要剪掉是不是？没有，我还是会绑那么紧，慢慢的把它弄掉。不过也不能绑太紧吧，那怎么勒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是有些人只是绑一个蝴蝶结，我就会绑就是在一个死结再一个蝴蝶结。哦，好吧，我觉得女生好辛苦，像我们就是直接穿泳裤，然后就直接晒，就直接出去了。对啊，不过我觉得女生去晒太阳是好事，不过一定要记得擦防晒，一定要。对，那刚有人说 P A 加加加的。的意思就是星星星，对，没有错，嗯，对，就是星星星的符号，所以每到夏天就要去海边加加加加，哦，好，对，我想说要问什 么？对，夏天要去海边，他说海边要去，对，要加加加加，对了，要做好防晒了，是一定要的，对，
那我看一下有没有分享啊？有，大家要分享哦，要分享，分享 ，Awesome Studio， 快点去按赞。哎、欸，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要问 Emily？ 你可以问他，有没有想要问？有什么东西想要问都可以哦。好。然后记得要把这个影片呢，直播分享影片呢，点赞，然后就有分享给你的好朋友。我们今天我们就会送你这个硬二八的水感的防晒乳，跟很清透的防晒喷雾，都是 SPF 五十，然后 PA 都有三个加以上。嗯，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SPF 啊、PA 跟 SR 的防晒的标识，对不对？对。那我要问，开始我一开始有问你的一个问题。嗯。防晒跟隔离有区别吗？有，防晒乳、隔离霜，这两个到底是会不会分不太清楚呢？你们现在到底会先擦隔离霜，还是先擦防晒乳，还是要擦一个防晒乳，要再擦一个隔离霜，还是只要选择一款就可以？大家知道这个吗？前面有说哟。有吗？你们大家知道吗？算了，没有人知道。好，就是没有啦，因为其实以前可能大家都想说啊，我可能要化妆前，对不对？嗯、我就会擦个隔离霜嘛。对，因为隔离霜它可以隔离彩妆、脏空气，甚至一些可能外面的油溶性的脏物、嗯，因为外面的灰尘啊，可能排放的烟啊，车子排放的烟都是属于油溶性的脏物。对，这些油溶性脏物很容易附着在皮肤上面，然后就会堆在你的毛孔里。对，那因为人的皮肤很是出油的。对，然后尤其是夏天更油，所以这个油跟脏东西的油溶在一起的时候，嗯、更容易阻塞在毛细孔里面。对，就会长痘痘。对，所以我们就要擦隔离霜。对，那问题是阳光紫外线很强，我们要隔离一些光源啊 ，UV 光线、嗯，我们就要教大家要擦防晒产品，对不对？对。那两个都要一起擦的话，是不是好像有些人会觉得好多、哦啊？到底要不要擦那么多？所以现在的产品基本上，它上面如果有写什么防晒凝露啊，嗯、或者是说要写什么。隔离乳啊，什么等等的，好、哦、防御霜啊，什么，这个都是，其实它基本上都是一起的了。对，对，就是它是隔离彩妆、隔离紫外线，然后隔离灰尘、脏空气、嗯。除非你今天擦的那个隔离霜，它是只有纯隔离彩妆而已，它没有针对阳光紫外线的这个防护。嗯、这个叫做隔离，这个叫所谓的隔离霜。对，对，那你也可以把防晒霜。撑成有系数的隔离霜也可以，也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大家知道吗？有没有觉得很老舍？哎，那你念一下那个现在很流行的红鲤鱼鱼绿鲤鱼鱼驴。这个我之前在有应该有吧？有讲过，我练了很久。那你应该很厉害。红鲤鱼鱼绿鲤鱼鱼驴。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好厉害哦！红鲤鱼、绿鲤鱼与驴，红鲤鱼、绿鲤鱼与驴，讲快就很难了、不过我觉得可以常念的。为什么？你知道，你常念的话，其实对你的脑力激荡是有一些活化的作用，嗯、比较不会这样子顿顿。有时候比较不会有老人痴呆。请问怎样才可以知道防晒霜真的可以达到声称的效果？就是你看你有没有擦足够的量啊？嗯，你如果只擦一点点。那基本上它的功效就不好啊。对啊，对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会想说，哎，老师，那我要怎么样才知道这个防晒的效果？嗯，你就是擦了，你今天出去晒晒看，对，你回来看有没有晒黑。我讲真的就是这样啊。就表示你擦没有擦够。对啊，你有可能就是没有擦够，或者是说你的防晒系数针对你的皮肤，搞不好你是容易流汗的体质，容易出油的体质，你有没有把它补足？嗯，这样对你的防晒的功能也是有打折扣的。对。不过基本上，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大家一定会想说，到底他们说这个 SPF 50 SPF 30到底是不是有它的效果？对，不用担心，台湾这些我刚才有讲到、嗯、SPF PA PA 多少，这个标示都是经过卫福部核可的，这个都要申请测试的、嗯、才能标示上来，才能拿出来卖的。对，好、哦，跟美白产品是一样的道理。对，所以你不要说啊，他说标50就是50哦，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都要经过。经过去核可的，去检测过的、嗯哦、包括国际品牌从国外来的这些品牌都要送检，对，送检后之后它才能贴上中文标签才能拿出来贩售，对，不是乱卖，对，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他说50就是50吗，他说30就是30吗、嗯、这个都是有经过检验的，对，重点是你擦的量够不够，你有没有适当的去补擦、嗯、你不能说我擦一个 SPF 50结果我晒了24个小时，对啊，这当然就不够啦，对啊，不过也不可能有24小时的阳光啦、嗯、就其实说、啊、可能晒个7-8个小时晚上都有阿拉斯加、哦、对不对，还有或者是哦，你说那个
极地的地方，對對對，哦，那个就是二十四小时的阳光，所以就是六个月的时候都会有天亮的啦。对啦，不过通常可能大家也比较，可是比较少人会去那种地方。不过阿拉斯加很有名的是冰河水，就是地下的冰河水，那个因为它矿物质很多，嗯，它对于皮肤活化有很大的帮助。对，哦，这个是题外话。用了有没有晒黑就知道有没有效果了。哎，讲的也对，对，啊，对，就像我刚刚讲，就是不过也刚刚有讲，不过也不用拿自己的皮肤去这么严苛的去试啦，因为有些皮肤真的你一晒，你后面要去补就要花很多时间，很久的时间，因为皮肤受伤的速度远不及你修补的速度，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最佳的防护功能。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刚有提到那个，哎，你那个帮我跳回去我的鼠标，对。还有想来，所以呢，我刚刚讲到这个，这个功效，对不对？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防晒品的质地的挑选。好，哦，防晒品的质地挑选有什么？一开始我们有讲到嘛，有清透的乳，对，有喷雾的，对，有水水的，对，对对。那质地的挑选呢，到底要怎么样挑才是最好的？对，就是第一个，如果说你是水水的，嗯。有这种咔咔咔，有听到声音吗？这个好像不够咔哈，要找这个。这个。哦，对，这个也很咔。但这种要咔咔咔的这种，就是可能它会比较水一点点的，水一点点的时候，这个质地就是你挤出来，是不是就很水，对不对？对，超水。对，这一种的话，就建议大家不要用涂的，哦，全部用轻拍的。这个质地就是用轻拍的，然后通常这个你在拍的过程呢，它这个防晒就会附着在你皮肤上面，嗯，对。那你拍完就是顺着你的皮肤的一个部位，好一个区块把它拍开来。你拍开来之后，你会发现你这一块就已经上好了。嗯。当你上好的同时，你就可以去上你皮肤的另外一个地方。嗯。然后呢，你再回来上第二次。嗯。这个就是针对这种比较水感的防晒液，好，你可以上到最少上到两次，它的保护功能就会比较完整，反而是达到比较好的功能。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比较偏乳状的。哦，比较偏乳状，就是所谓的凝乳状，就是现在呢比较市面上比较，在夏天推出的，而且这个剂型在今年有很多品牌都做这个剂型。对，因为天气热嘛。对，这个就是呢，你可以怎么用？就是我可以稍微轻轻的涂抹开来，你会发现涂抹开来就像水了。对，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像刚刚讲的第一个那个水水的，对，然后再把它拍开来。哦，就这样子擦，就先把它稍微抹开，然后呢，然后再开始拍。对，这样它就可以很均匀的上到你整个面积。对，如果你一开始就用抹的，你可能这一块上完这边就没有了。对，就没了。对，你就可能会觉得说啊，我怎么会上这么多？对，对，这样就可以均匀的把这个防晒产品上来。嗯，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比较润泽型的。好，那这个也是润泽型的。这个是倩碧的，这个是有一点润色功能的，就有点润泽型的。嗯，这就是你放上来之后呢，一样也是轻轻的把它拍开。拍开之后，你会觉得它上面还有一层，对不对？对。还有一层的时候呢，你可以轻轻画小圈，然后慢慢的把它推开。因为先把这个比较润泽的这种质地，乳霜质地，先把它揉匀。嗯。对，然后这个揉画小圈的方式就会稍微比较久一点点。揉完之后呢，我们再全部拍，它就很均匀了。你看，就整个很，你看这样就很均匀，对，那就很亮，对，就很亮，很均匀。嗯，所以有时候你在擦防晒产品，你就觉得说，哎，不同的剂型要怎么擦？对，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防晒喷雾。对，那这个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是这一瓶1028。那这个呢，就是这我在日本买的，就是全身都可以喷。嗯，这个就没有1028来的清爽。哦，真的吗？对，这个就比较有一点水感，你看哦，你有没有发现？哦，水水冰冰的，它就有比较有东西。对，然后像1028这个就比较雾，你看哦，你看，几乎没有东西。1028这几乎没有东西。然后这个擦上去，你看现在还是有一点水水的。对，这个就是比较润泽型的。那比较润泽型一点点的，就是一样，你喷上来之后，千万用完防晒喷雾喷上去之后。都不要去摸它，先让它稍微吸收大概5秒钟。嗯，最后我们用我们的虎口，不要用手指头，用虎口。对，这样子。哦，按摩一下。轻轻的，对，用按压的方式。
对，就轻轻的压压压压压就好、哦，这样就可以让你的防晒喷雾是怎么样固定住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哦有，因为这边我还可以看得到有。对，不然有时候你看以前可能你用防晒喷雾用完，那、你第一个动作就是啊，我把它擦干，我把它抹匀，你都哦就不见了。是不是以前都是这样子？对，我就是这样子。对，那你这个防晒你就白喷了，哦，懂吗？就是我们喷上去，等个一、二、三、四、五，好，假装五秒钟之后，我们用手轻轻的把它压均匀。嗯，那你的防晒有吗？当然有，还是在这边，就达到它的功效。对，對所以不同的质地的区分，你在用的方法也不太一样。嗯，哦，虽然防晒品好像都差不多。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这是没有没有，我在看那个，拍完再画圈圈再拍，没错。然后这个 Amy 她说，如果只涂防晒霜，是否也要做卸妆？没有错，要一定要的，要，因为我刚刚有讲到嘛，就是所有的防晒产品都是有二氧化钛跟氧化锌为例的粉末，对，这些粉末呢就好像你擦粉一样的道理，嗯，更何况这些都是在皮肤表面做到一个附着，对，如果说你没有做好卸妆的话，有些人的皮肤可能比较可以自己代谢掉，就比较没问题，嗯，如果比较不行的话，可能有些人他的毛孔就会堵住，对，你皮肤就会怎样，就会造成痘痘啊，或皮肤暗沉，嗯，或摸起来皮肤会有粗粗的功效，对就不对了。对，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防晒品的这个质地的区分，嗯。那最后呢，我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大家知道说，我们可能防晒或隔离霜的这个功能擦完，对不对？对。后面要干嘛？嗯，就是你会化妆嘛？对啊。那有些人在想说，哎，那我化妆的话，我是不是会选择一些可能防晒的粉底，对，甚至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气垫，对，气垫也有防晒的功能，对不 对, 对，那这些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对啊，你觉得要比较好还是不要比较好？我觉得应该好像要比较好耶。怎么说？因为这样子你就很 safe 啊，就是有化到妆，然后呢又有做到防晒啊。哦，我是这样的道理，因为假如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干脆全部要就好了。那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那比如说我的防晒隔离霜是擦了 SPF 50，对，然后呢我擦了一个像我今天有带来这个雅诗兰黛这个 double way 的粉底，它是 SPF 10，对，那我前面又擦了 SPF 50，嗯，那我的防晒到底有多少？60吗？你觉得是多少？不对，应该是用最高的那个50，还是50，对不对？对，是50。对对，那大家会想说，那既然都是选50，那为什么还要选有 SPF 的粉底？对不 对, 对，有时候会这么想吗？对啊，那既然这个都有，那为什么我要擦这个？那我擦这个，那为什么它要标10？它的作用到底在哪里？嗯，你后面如果你的底妆有加了防晒系数，基本上是对你的皮肤有加成防护的功能。哦，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对，然后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你也可以选择底妆是有防晒系数的。嗯，而且有些人会想说，哎，老师，那如果我选底妆有防晒系数，那我的颜色该如何挑选？对，我今天稍微把颜色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因为像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个 Estée Lauder 的这个系列，这个叫做 Double Way 的粉底，然后我把它排开给大家看，你有没有发现这边的颜色是从最浅到最深？对，那其实它的系列总共有16个颜色，对，然后它很贴心，它后面有标，你看这有写一个一，对不对？对，1C0，对，然后你看呢，这边有二，有没有看到？21，你有没有看到？有三，对，3WO。我们先不要管后面的音，我们就管123。好，然后这边有一个4，有没有看到？对，好，这后面就有标1234。对，有看到吗？瓶口后面有标1234，有看到吗？嗯，哦，它很贴心哦，有一多少英文字、数字多少什么的，看得到被反光，有哈、哦。有没有看到一？对，我转一下，1234。对，为什么会这么标哈？就是如果说你的皮肤越白的人，你就选择一系列。哦。然后你的皮肤呢是属于比较没有那么白，问题也没有那么深，对，就中间肤色，你可以选二或三。哦。然后你皮肤越深的，你就选什么？选四。那为什么会上面会有 C？ 有 W。有 C 或 W 或 N， 对不对？对。W 就是 warm， 就是比较温暖的颜色，就是偏暖色调的。然后 C 就是偏冷色调的。cold。对，就是比较冷色调的。然后呢，然后想说，哎，那会有一个 N 是什么 ？N 就是它可能肤色不均匀，可能它这边比较暗沉，这边比较白。
那当然就可以全部调整，它就可以选 N。哦，是哦，所以一个颜色就可以调整全部的颜色。对，就等于说你看了。那大家应该要买 N 不是就最好吗？没有，问题是有些人他皮肤是比较白的啊。哦，也是。他是全白的皮肤的肤色，所以你看哦，他这边就有写得很清楚。嗯。因为我今天有稍微做功课，就是把这个颜色跟大家讲，就是你看，所以它越到后面的数字是不是就越少瓶？对，你看四只有一瓶，这一瓶最深的，对，小麦色，所以它总共有16个颜色，所以它就有最多一，然后它有冷色调，然后中间颜色暖色调，对不对？嗯，然后这边就是冷色调，中间颜色暖色调，然后中间。冷中间暖，懂这意思吗？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突然讲这个，就是大家通常晒完太阳皮肤一旦晒，或者是说你永远都搞不清楚自己皮肤这个粉底的颜色怎么挑，对，你就可以去选这个 double way， 就是雅诗兰黛这个 double way 的颜色，嗯，因为它有16个颜色，冷暖，然后或者是说你皮肤的颜色都可以依照你的皮肤找到最适合你的颜色，嗯，这很重要啊，重要，因为有很多人他会想说我上完然后我要擦隔离霜什么，结果我的脖子就比皮肤还要来得更黑，对，常常这样，或是脖子比较黑，然后皮肤比较白，这个就是错的，那很奇怪。通常粉底我们不建议擦到脖子，嗯，你只要脸的颜色是选对了，就是对了。通常只是大家有时候会找不到颜色，这样了解意思吗？对，16个颜色，对，雅君，嗯嗯，表示你是知道了哈，对，而且这款也蛮持久，对，这个叫做持久粉底，嗯。所以有雀斑也是选 N 吗？哦，佩佩，我跟你说，如果你皮肤是偏白的，然后有雀斑，你就可以选 C， 嗯，一 C 或二 C 到二就好了，嗯。那如果说你的皮肤是没有那么白，然后是也没有那么黑，中间肤色，你就可以选2N 或3N，这样了解意思吗？嗯，是不是很好选的？对，有这样子，对对对，观念，我现在就哦很懂。对，然后如果说你皮肤是偏黄的，偏黄就是冷暖色调嘛。对。你是偏黄，然后皮肤比较白的，然后皮肤是黄的，就可以选 1W 或 2W。对，是不是很好选？有这样子，你这样解释出来的时候就很懂了。啊，我觉得我好聪明哦，真的这样选是不是很厉害？对不对？没有没有啦，这是 Estée Lauder 出的，我只是把这个资讯分享给大家，就是底妆上面有防晒的话是好的，嗯，不过你千万不要把底妆的防晒当作是你的防晒，对，这是不够，这是辅助的，嗯，对，辅助是帮助你可能多的防晒产品没有擦到足量，它有帮忙它的功能，嗯，这样大家有了解吗？那我个人都是用这个 3WO， 我都是用 3W0， 我是用这个颜色，不过你不要照我的颜色啦，因为我的颜色是比较健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这么多呢，那我们刚刚的防晒品也分享完了，那接下来是不是要请 Emily 唱一首歌？没有啦，乱讲的，我乱讲的啦，吓我一跳，吓一跳。对，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哎，我记得雅诗兰黛的全省的专柜都有可以试，然后他会给你试用品一包的，你也可以去索取试试看，嗯，因为它可以长达十几个小时是持妆的，对，哦，妆效比较持久，对，所以底妆防晒是辅助的，还要做好防晒，没有错，讲得非常好，哦，非常好，然后这个得意有一直在分享，谢谢你，谢谢你，所以呢，赶快分享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然后呢，在我们此影片呢，直播影片呢，按赞。好，然后呢，在 Awesome Studio， 对 Awesome Studio 里面这个按赞，我们的网站按赞之外呢，在此直播影片也按个赞，这样子，嗯，给我们多多的支持跟加分，有你们的这个参与，是我们非常大的荣幸了。所以呢，我们这一集讲到的防晒，大家有很清楚吗？那我们这个礼拜呢，会送给大家1028的水感提亮抗晒乳 SPF 50加，然后 SR 三颗星，哦，这个就是很清透，而且保湿能力又很够，而且又不会黏黏的。对。然后还有这个1028的清一下防晒喷雾，完全没有负担的防晒喷雾，而且倒着喷，左喷右喷，怎么拿都可以喷，都可以。对，上喷下喷也可以，对，很清爽啦，而且全部喷都可以，而且很好用。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抽奖的时间，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抽奖时间啦。上个礼拜有分享的话，大家知道我们上个礼拜是聊到这个夏天很热，哦，很热要怎么擦保养品，嗯，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有送这个
Shiseido 资生堂的东京贵的碧丽菲温度 C 气泡这个什么气泡露冰气泡露，就是喷出来是会像冰块、哦、像冰一样的化妆水，这么好，对，资生堂的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是送是哪一个得到的，有没有？第一这个温度 C 有冰沁气泡露，对，哇哦，所以是第一个得到了吗？恭喜雨林，恭喜雨林得到。雨是那个，这个是哪个雨啊？大禹治水的，就是那个大禹治水的雨，然后林就是三点水林，就是淋雨的淋，对，哦。淋湿的淋，对，就这个淋，对，然后这个就是恭喜雨林得到我们上个礼拜的资生堂东京贵的碧丽菲温度C冰沁气泡露，然后接下来，接下来没有，是这边，这是上个礼拜的，对，来，接下来呢，第二个请那个帮我们念 ，Dr. Satin， 对。因为他们那个英文的腔调就跟我们亚洲人腔调，他们就会特别的这样子得到我们的什么鱼子，对，鱼子蓝铜生态复原膜，对，好、哦，就是这一瓶哦，鱼子哦，这么好，鱼子这是一个保湿的这个哇哦，鱼子它是 caviar 哎，对，就是可以让你的皮肤达到保湿跟舒缓的功效，然后再往上一点点。这是谁得到？我们都还没有讲谁得到，是我吗？复原模式下面那个纪小美，纪小美，恭喜！纪小美得到复原模，然后呢，蔡小娟吗？蔡小娟得到蓝铜保湿喷雾，赶快跟我们小编联络。好，所以呢，得到这个碧丽菲的温度C气泡这个冰露的这个呢是雨林，是雨林，然后呢纪。再往上一点，纪小美是得到复原膜，然后蔡小娟是得到蓝铜保湿喷雾，那接下来呢还有 DLC 的钻石生活的无懈可击冰凉洁净的洗发精正货一瓶，这就是呢这一瓶，这个就是它洗起来会冰冰凉凉的，哇，好舒服哦，然后你看它就是你去运动游泳也可以带，它就可以挂着，哦，然后你去，对，然后你就随身带，然后就挂在那边，在那里洗澡都 OK， 这好方便哦。得到这个洗发精的是这个什么 Mary Lee， 对。然后呢，得到沐浴巾的是谁？姚卓来吗？对，姚卓来。好，这两位得到，一个得到沐浴巾，一个得到洗发精，这两个呢就是要送给大家，赶快跟我们小编联络。我掉出去的是什么？亚军，你掉去哪里？哦哦，抽火号的。我想说，突然看到你掉出去。那我们下礼拜会送什么？就是这两瓶啦、啊。赶快，现在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赶快！你还有看到此影片的，赶快分享好、哦、这一则影片的直播，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然后我们在下礼拜就会把这个1028的水感提亮抗晒乳，还有1028的清一下。清爽的防晒喷雾送给大家，哇！然后也记得去 Emily 的粉丝专页叫什么？叫 Emily 聂凡格。对，可以给他多多的支持，谢谢，然后也可以到盛老师的粉丝专页，嗯、然后我们这边都有大家的粉丝专页，可以多多的支持。那今天最后呢，还是要请 Emily 唱一首歌。哦，没有了，恭喜中奖了。不会，慧婷，你加油，下次都会有，好不好？我们会把这个所有的好礼，我们会继续拿来，就是送给大家。因为其实我这个都是我个人喜欢用的，然后我就希望可以把这些好产品啊送给大家，可以一起来使用。嗯，那你今天有没有学到一些知识？有，其实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我反正都不知道，只是像老师今天你跟我讲很多东西，让我比较清楚一点，而且又好像生活会比较简单一点，就不会说好像很复杂，什么东西都要利用下去了。对，所以呢，嗯。给皮肤适当的保养，然后正确适合的防晒，嗯，让你的皮肤就可以像 Emily 一样，哇，这么的 Q 弹，然后皮肤又白白皙皙亮亮的。那、嗯、最后一句要说，要讲一句英文跟大家说再见。Okay. See you next week。对，下周见啦。Bye。阿婶不会知道了，拜拜。好了，拜拜。下周见，下周 Beauty。